啊，就是我们前面讲，昨天讲的时候讲到押韵的时候，就讲到押韵是主音啊，但是没举例子啊。我觉得好多语文老师要不举个例子的话，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是主音啊。我们说，主音就是你唱歌的一个基准音啊，都是从主音开始，总音结束啊，啊，它尤其是一个结束音，它拖长之后给人以结束感。但没举例子啊，所以我们再补充点例子啊。举什么例子呢？就是说《茉莉花》啊，我们的民歌《茉莉花》呀，《茉莉花》一唱，好一朵茉莉花，咪来咪嗦拉嗦哆拉嗦，这个地方押韵的地方是吧？啊啊，好一朵茉莉花，到这咪来哆拉哆嗦，又是嗦，押韵的。啊，满园花开，想也想不过他，骚人迷骚迷人到啦到。我有心摘一朵，但又怕来年无法呀。软迷到这到啦到啦到。这就是茉莉花四个押韵的地方，它的乐音分别是骚刀骚，这个就叫主音。那主音是一对儿，它不是一个，是一对儿，有一个音刀音，它有一个对它的支持音，它的下属音就骚刀骚，是一对儿，就像拉胡琴的时候有里外弦，刀骚刀骚是吧，拉咪拉咪，扫拽扫拽，这就一对儿一对儿。在这个西方的音乐中，导骚为主音的这种叫大调，拉咪这种呢叫小调。现在的西方的音乐基本上是大调小调两种。我们古代宫商角徵羽主音五个，有五个调，这个就是宫调是吧，商调对，嗯，拉拉到咪嗦拉，嗯，宫商角徵羽嘛，五个调，宫调。小调是什么？羽调、拉调。宫商是拽嘛，啊，宫商角是咪呀，啊，徵是骚，所以这个就是这徵叫徵调啊，这个就是角，宫商角徵羽调。嗯，我们有五个调呢，嗯，这个就叫调，主音的意思啊，嗯，那么长主音就会押韵，翻过来押韵的地方一般都是长主音。为什么长主音呢？不能是短主音呢？你看这个茉莉花里中间这一句说，我有心摘一朵，咪来哆来咪嗦拉哆拉嗦，哎，它也是个嗦，但是它是哆，没有押韵，为什么？是个短嗦，短的话你没有办法反应过来它是主音，它就滑过去了，所以它这儿可以不押韵。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长音，我有心摘一朵，那这个地方也要押韵，就这样啊，这就是主音和押韵这个关系啊。我们补充一下这个例子。嗯，好了，下面我们接着往下讲，上接着上午的往下讲。我们讲了这个上中下调和魔镜的关系，以及怎么样去安排这个上中下调。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阴调和阳调。我们说这个基本调啊是按文体分的，每一个文体又有至少两个调，那这两个调呢就是阴调和阳调。那再往下分，那就阴调下面又有阴阴调和阴阳调是吧，就这么往下分了啊。那主要是分成两个，阴调和阳调。那阴调和阳调是什么关系啊？就这个问题对吧，这从哪蹦出来两个调？这两个调是怎么一回事呢？啊，
是这样的啊。阴调和阳调啊，其实是一个调。我们说所有的基本调呢，其实就是一句旋律，而我们的阴阳调也是一个调。这就是中国的思维，这叫太极一生两仪啊，是吧？一生二，二生三，那三就生万物了啊，就是什么东西都变出来了。实际上什么东西最初它就是一个东西，那一个东西怎么分成阴阳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么两个变化，一个是节奏，一个是旋律啊。节奏变了，旋律变了，这个调的感觉就会变。嗯，节奏怎么样分阴阳呢？节奏慢的就是阴调，节奏快的就是阳调。比如说王洛宾有一首歌叫《半个月亮》，是吧？一唱起来，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呀啦，爬上来，很轻柔，很慢，是吧？但是当初他刚采集到这首歌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这首歌是个快节奏的，是吧？弹这个冬不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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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一个很快节奏的东西变得很慢，就成了一个温柔的抒情歌曲。那如果我们把一个很快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个很快是吧？我们给它撑慢了，我们都有一个家，那家是惹了你了，是吧？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吧？你只要撑慢了就阴柔了嘛。我们印象是不是电影电视剧都会有个主题音乐，是吧？有主题歌、主题曲，那个主题歌、主题曲就那么一个旋律啊，哪儿都用，高兴的时候也用，悲伤的时候也用，对吧？高兴的时候怎么用啊？就快一点，悲伤的时候呢，撑慢一点，不就这样吗？是。第二，旋律来说就是起伏，你把一个平缓的旋律变起伏，它就从阴调变成阳调；你把一个起伏的旋律变平缓，它就变为阴调。比如说半个月亮，是吧？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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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发嗦嗦发嗦发咪，基本上就咪发嗦就这么几个音嘛，很平嘛，这个就是阴调，是吧？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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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它改了，改成这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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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这个就是阳调，这再也没有办法表达那种温柔了，是吧？半个月亮爬上来，多雄壮啊！这歌是吧？这就是阳调了，就这么简单。同样一个旋律，给它变快点变阳调了，是吧？变起伏点变阳调了，变慢一点变阴调了，是吧？变得平缓点就变阴调了。这样，阴阳是一个东西啊，偏这边就阳了，偏那边就阴了啊，嗯。还有阴阳调是相对而言的，我起这个名字啊就容易让人有个误解，觉得这个调就是两个，一个阴一个阳，不是的，那三个调怎么办？那像窦先生四个调怎么办，是吧？相对而言的这个调啊，对他来说是个阴调，对他来说呢就是个阳调，就是这样的，它是都是一个相对的关系，啊。还有，阴阳调是可以以句为单位的。一首诗，比如说《绝句》，只有四句。我一看头一句，哎呦，这个凄凄惨惨的啊，我就用一个阴调，阴调。哎，结果到这儿起承转合，它转了。
这句突然之间变阳刚了，怎么办？我这句就变成阳调。它不是说我全篇都要用一个调的，不是的，它可以调的。它按照根据这个句，它可以在中间去调。阴阳调是这样变的。当然，大部分的诗全篇是统一风格的，是吧？要阴都阴，要阳都阳，所以它有完整的阴调和阳调，但是实际用的时候是灵活的，可以差着用啊。好，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举两个例子呢，我举一个传统吟诵的例子，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为什么举传统吟诵的例子呢？就证明我所言不虚，是吧？不是我自己发明的这东西啊，老先生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要举我自己的例子呢？老先生的吟诵啊，那是老先生的，他有自己的方言文读，他有他自己的理解。我有的时候我解释不清楚啊，我说我自己的事儿说得比较清楚啊，所以我再举一个我自己的普通话的例子，这样子啊。好，我们先说老先生的例子。这位老先生叫钱绍武，钱绍武先生现在是清华美院的教授，原来是中央美院的教授，这是我国雕塑界的泰斗，徐悲鸿的关门弟子，也80多岁了，快90岁了，江苏无锡人。他读过9年私塾，9年呢啊。他的父亲当年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厉害吧？那个时候的北大的教授不是我们现在的教授，对吧？那得个顶个的，是吧？啊，一个北大英语系的教授不让他的孩子去上新学堂，让他读了9年的私塾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留学欧美的那些人呐，五四时期留学欧美的那些人呐，他们都知道中国文化的宝贵。嗯，真正那些五四的激进派，那些要全盘西化打倒中国文化的，基本上都是留日的，要么就哪儿都没去的，真正去过西方看过的反而是国粹派。你看国粹派那些人基本都是留学欧美的，这样的。所以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北大的英语系教授不让他的孩子进新学堂，先给我读私塾去啊，9年以后这才出来啊，去读新学堂，是吧？当时就初中毕业了，但他没读过初中啊，就去考那个徐悲鸿的那个学校。但徐悲鸿那学校要求初中毕业，他没初中文凭啊，他就画了一个初中文凭啊。说到现在可能中央美院不知道他那个文凭是画的。老先生很有意思的啊，一个很开朗的老先生啊。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雕塑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就？而且他雕的是西洋雕塑，是吧？他也雕中国雕塑了，但他主要是雕西洋雕塑的，大理石的、青铜的，他雕西洋的。嗯，为什么呢？有根基啊，有根基啊。他是随意吟诵的，吟诵什么都可以的。我们到他家去，他很随意的。他是书法家，他写了好多字儿啊，然后他所有的字儿所他全部都能吟诵，而且很好听啊，吟得很好听啊。今天给大家看他的这个吟诵《枯树赋》。枯树赋啊，当初是桓温大将军啊，北伐的时候打回洛阳，收复失地，是吧？打回洛阳去，回自己家的看了，发现自己家里啊，当初啊有一棵他亲手种的小树，现在已经是亭亭如盖啊。所以他就扶着那棵树说：“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呐？”啊，后来就被于信就写到赋里去了。在那个赋里就有这一段，所以就叫《枯树赋》啊。昔我种柳，依依汉南呐。今日摇落，凄怆江潭呐。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呐？啊，
我们到钱先生家去啊，给我们吟诵啊，正好他写了一个枯树赋挂在那儿啊，哎，他就说吟诵这个枯树赋啊，自己吟诵的时候不过瘾啊，他有个学生啊叫杨一啊，杨一是你们广东人的、啊、哎，韶关的啊，客家的啊，杨一这个人有人知道他吗？不知道。知道窦唯吗？窦唯知道啊，杨一是窦唯那乐队的，当初是很有名的民谣歌手啊，现在已经是皈依佛门了啊，人皈依佛门了，当时在跟着钱先生学国学呢，学书法学国学啊，不唱摇滚了啊，是这样的啊。那杨一呢新买了一张古琴，准备学古琴啊，但是还没学，刚买来啊，哎，钱先生说他刚买了琴，他买了琴叫他来伴奏啊。杨一说我不会啊，我就买了琴，我没学呢，不会弹呢。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起来就随便拨弄两个音给我伴奏啊。杨一没办法，师命难违啊，上去抱了琴下来，不会弹呢、啊、怎么办呢啊，就按弹电吉他的办法弹啊。这俩人一个即兴的吟诵，即兴的伴奏，我们看一下《枯树赋》啊。看到的这个
就是古代文人的生活场景啊，兴致起来随口吟诵啊，想吟诵吟诵什么是吧，即兴的伴奏，哎，瞎弹也没有问题，有什么呢，对不对？那现在杨一是古琴弹得很好了啊，当初就即兴的伴奏也没关系啊，这就是吟诵啊，哦，多好啊，是吧？哎，我们把他这个谱子给他写出来看一下啊。是这样吧，来到来来来咪嗦嗦嗦到到啦啦到嗦嗦嗦啦来来咪嗦到到啦，很清楚吧？哎，这个上中下调是怎么回事？哪个是上调啊？哪个是上调？这个是上调，对吧？这个呢，中调。这个呢，这诗从下调开始的，看到了吗？下调，下上中。好，钱先生还吟诵过《短歌行》，《短歌行》也是四言的呀。所以呢还是四言的调子，短歌行的调是什么呢？我先把它的调写出来啊，短歌行的调子，嗦咪哆哆啦哆嗦嗦嗦哆来来咪嗦哆哆啦啦来来来咪嗦嗦，这个是阳调。你觉得这阳调跟这阴调有关系吗？有关系，仔细看一看哦，这个调，嗦咪哆哆啦哆嗦嗦是这边的哪个调？哪个调？上调，就是这个，后面是完全一样的，前面呢原来是扫刀刀拉，现在变成了扫米刀刀，一个平缓的调子变成了一个起伏的调子，音调就变了阳调哦。再看这个扫刀软软米扫刀刀是哪个？中调，原来是扫拉软软，现在变成了扫刀软软，一个平滑的调子变成了起伏的调子，是吧？拉拉软软软咪扫扫，就是这个，就下调，后面是完全一样的，前面原来是软到软软，现在变成了拉拉软软，一个平稳的调子变起伏，这就是阳调。阴阳调的关系很明显吧？很容易的啊。好，那么再看短歌行，短歌行怎么吟呢？这就是阳调基本调，然后呢一字行腔来一遍，然后呢一行调改很多遍才会形成吟诵调，嗯，它不是直接套上去的，不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几如朝露去日苦多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它每一句都琢磨过的，这个就叫吟诵调。嗯，钱先生怎么吟诵的？这个对酒当歌不是这样，对酒当歌不是这样的啊，
你看对酒两个字，开口音还是闭口音啊？闭口音。当歌两个字呢？开口音。歌原来的开度比现在还要大，嗯。你再看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天下归心。天下开口音啊，闭口音啊？开口音。归心呢？闭口音。这首诗是对称的，看到吗？对称的。所以这首诗吟诵的好的话，要抓两个字。第一个字，对酒当歌的当字，因为它是第一个开口音。还有一个天下归心的下字，它是最后一个开口音。所以对酒当歌啊，要当出去。对酒两个字还没什么，中国的诗啊很少一开始就推上去的，很少，都是慢慢起的，两个字以后就推上去，这个已经很快了。所以对酒两个字情绪是比较含蓄做准备的，当歌两个字一定要当出去。嗯，怎么吟诵呢？对酒当歌，当这个字一定哇出去，就是这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收回来了，去日的日字是入声字，在这儿要顿一下，不要去日苦多，是去日苦多，这个感情就出来了啊。而且往回收，音量缩小，音调往下降，是吧？然后慨当以慷四个字，三个字都是开口音，慨当慷，然后忧思难忘，读平声忘啊，很慷慨，很慷慨。所以调子是在下面，但是在往上反弹，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下一句钱先生的处理很有特点，他把那个忧字啊拖得很长，何以解忧？为什么拖那么长？忧愁就拖长？不是，为什么拖那么长？对，在思考，何以解忧是个问号，在问自己的，对不对？人要死了，活不了几天了。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办？怎么才能解开这件事？何以解忧？问自己啊，想半天呢。所以何以解忧？有答案吗？没答案，只能喝酒。所以唯有杜康是一个短音，一长一短的一个对立，非常的好。这个就叫一意行调啊，不是拿调子往上套的，你改那个调的，改那调的啊。再往下，从悠悠鹿鸣啊，青青子衿呢，到鼓瑟吹笙啊，这两行啊，向外一荡，主题从自己变成了别人。哎，当你想到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就会舒坦一点啊。所以这两行呢比较轻快一些，而且越来越高兴，所以越来越快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不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瑟入声字，
十入生字，禄入生字。入生字啊，色那个地方呢顿一下，鼓瑟吹笙啊，感觉很好啊。然后呢又一转，他又想起来他活不了多长时间这事儿了啊，这叫乐极生悲啊。你看这一行，这行呢他压的运是入生运，其他的地方全都是压的平生运，只有这行是入生运。月堕倔哦，入生运，所以证明什么，这一行的时候曹操最痛苦，这是他整首诗沉到最底层的时候，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明明如月，何时可堕，又从中来。为什么这个来字又拖那么长啊？因为什么，在思考，不是，这次不是在思考，是什么，是忧愁。哎，不断的来啊，这我看着月亮，这个忧愁，哎呀，简直是永远没头没尾啊，没头没尾啊。所以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两个入声字啊，不绝。哎呀，痛苦啊。然后呢，向外一荡，又开始说朋友。前面说的是眼前的朋友，这次说的是远方的朋友。说到远方的朋友，他的心就开始打开。月末渡前，望永乡村，岂可谈言新年旧恩。岂可，两个入声字一定要读准，岂可，哎呀，你就能感觉到真的是岂可，好久好久了啊。然后开始向上升，是吧？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一个问句，向下低沉的问句。匝也是入声字，鹊也是入声字，月也是入声字，这些地方要把准啊。然后呢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收尾，哎呀，他的雄心壮志起来了，是吧？你看这几个字的读音啊，山开口音闭口音啊，开口音，烟烟，山烟都是开口音的，高海烟，深深的开口度原来比现在要大一些，现在也是开口音呢，是吧？然后中间用入声字顿开，这是什么样的表情？能看到那个表情吗？能看到曹操大张的嘴吗？哦，再看这四个字，周，游韵的周。游韵的特点是什么？缓慢而悠长。公，一冬韵的冬韵的特点是什么？中正典雅，悠长而中正，这个音就叫周公。哦，这个形象多么高尚。然后呢突破，是吧？突破，两个爆破。然后呢天下，你看到大张的嘴吗？然后呢这么大的天下怎么样？危心啊，这个就叫席卷宇内之心呐、啊，是吧？完全表达出来。这行非常的
非常好，这个音韵非常好的啊。山不言高，海不言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嗯，声音呢，表达着它的含义是吧？起伏跌宕，婉转迂回，这个诗，它的含义就出来了。好好的吟诵它，对吧？听完吟诵以后，就不能再接受朗诵了哈、啊。你再听那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短”，什么东西啊，对吧？来，我们来一起吟诵一下这首诗，好吧？这些细节我都说了啊，然后。如果想吟诵的好，最好站起来啊。当然你太累了或不好意思，你也可以坐着，没关系啊。但你想好好吟诵，就站起来啊。为什么呢？这是什么声韵呢、啊？对吧？什么声韵啊？罗贯中怎么说？罗贯中说：“曹操什么时候做的这诗啊？赤壁之战的时候是吧？哎，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喝醉了酒。”是酒临江，是横槊赋诗。什么叫槊啊？槊啊，对对，但是在汉代，槊已经是仪仗队用的了，槊仪仗队用的，很粗很长，要怎么举的？仪仗队嘛，就这么举的。但曹操喝醉了酒，他举不动，他这么举的举不动，他得这样。你先体会一下这感觉。罗贯中也是会吟诵的，古人一读到这首诗都能读出来那种气势，什么叫气韵沉雄，是吧？体会一下，喝醉了酒，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铁棍子，这感觉，然后我们再吟诵，是吧？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短。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清静自尽，悠悠我心。但为君无沉吟之心，悠悠鹿鸣。是夜之平，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啊，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莫渡前，望永相存，岂可贪言？新年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言高，海不言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怎么样，各位曹操啊？哎，来来坐坐坐，哎。所以诗一定要吟诵啊，哎，吟诵才能把那个声音、那个气势，是吧？那个神韵才能出来啊。来，
我们看一下钱先生的原因啊。钱先生啊，也在很多地方吟诵过《短歌行》，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吟诵界的保留曲目啊，好多男孩子爱这个啊，尤其是调皮捣蛋的。老师说那调皮捣蛋的学生啊，在屋里头乱绕的时候，赶紧唱《短歌行》啊，然后马上站住，这样就立刻就老实。这是在一次研讨会上啊，钱先生吟诵的啊，我们看一下这段录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碧如朝露，去无不开当于康，旧时难忘，何以今有望？为救杜康，寻寻思念。悠悠我的当为君无望，沉吟之夜，悠悠鹿鸣食野之地，我又家贫无色垂身，那冥冥如人何时可忍？又从东来不可断。人民经济我千难为，绕路三明治不知何意，人们都天光江村却不安眠，心就问三不言道，水不言真，周公婆天下回京。哎，好，这个传统吟诵我们介绍一个啊，现在知道阴阳调的转换是吧，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你拿到这个调你要一字行腔，还要一意行调啊，是这样的吗？老先生吟诵就是这样的啊。那下面讲一个我的吟诵，我自己的东西讲得清楚点啊，来说一下《菊颂》。《菊颂》这个调就是它的这个基本调，很简单，它只有两个调啊。上调下调只有这么两个调，上调咪软咪哆啦啦嗦啦，下调哆啦发嗦哆哆哆软。这个调的来源是昆曲，昆曲中唱情歌，楚辞类的情歌，它就有一个调子啊，这个调子，比如九歌，弟子将息悲竹木渺渺兮愁雨，就这个调啊，我的。换成四个字的而已啊，就这个调子啊，这是它的来源。所以你拿到这个调子呢，这个就是基本调。现在你需要什么呢？一字行腔改一遍是吧，同时还要一意行调，反复吟咏去改它。那么就开始啊，这个是普通话的，普通话的。我当时普通话读楚辞，入声字都不读的啊。后皇嘉树，
头四个字是这个吧？咪来咪倒，后黄加速，后怎么唱？后怎么唱？要用腔音，对不对？你如果不改这个旋律，不改这个调，你就要用腔音。你要么就改调，要么就改腔，对不对？最小的变动就是改腔，改腔音。所以往下唱是吧？咪吼，那就是吼了是吧？那吼吼吼，所以吼黄呢？黄黄黄是吧？后黄加树呢？树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字短，你看从咪到刀这个音程，就说明这个字是去声，它就不需要有腔音，它是一个直音都可以的，是吧？后黄加树，它就是树了。但是如果你拖长，拖长就会变平声，对不对？所以为了避免它变平声，你就要加一个腔音。后黄加树，要加一个腔音嘛，树。好，菊来扶溪怎么唱？拉拉扫拉，菊怎么唱？菊菊菊，二声嘛，来扶溪，对呀、啊，这就是改腔啊，这腔音嘛，对不对？没有动它的调啊，但是我每一个都二声就往上啊，四声就往下呀，这样嘛，对吧？然后呢，受命不迁怎么唱？刀拉发骚。受是吧？受命不需要，为什么呢？从刀到拉的这个音程，就说明它是一个去声，而它又不可能是长音，它是在中间的字，所以它不需要腔音就可以，它只要是个直音都可以，是吧？所以受命不，不也是这样的，天。啊，生南国西，生南国西。好，第一句明白了，后边就都明白了啊。身故难洗，更衣至息。来，怎么唱？深故，故不需要啊，咪到来的过程说明它是一个去声了，是吧？深故难息，怎么办？三声息，还得拐上去，是吧？更衣至息，绿叶素荣，分歧可喜兮，是吧？绿绿叶，叶就不需要了，对吧？叶因为刀到拉的过程已经说明它是四声了，绿叶素荣荣啊，分歧，这两个是一拍啊，是吧？这两个是曲子，分歧可喜兮。好，再往下，曾知眼疾，缘果团兮，来唱。曾知眼疾，这个字念曾啊啊，曾知眼疾，缘果团兮，现在会唱歌了吧？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青黄杂糅，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啊，
青花，对，沙柔，每一个都得往上，对吧？然后呢，文章来，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问题是什么呢？什么叫文章烂兮？就是说这棵树啊，层枝眼及，枝繁叶茂，圆果团兮，结满了圆圆的果实，青黄杂糅，五彩缤纷呐、啊！这棵树，文章烂兮，它的花纹和它的图案是那么的绚烂，所以这句话非常有劲儿啊！但是叨叨叨来，文章烂兮，那就烂了。这是一个音调，看到了吗？这个调子整体来说虽然是个阳调，但是这一句是个阴调，这句是个阴调，你要把它改成一个阳调，以句为单位嘛，是吧？我们说阴阳调是以句为单位的。好了，怎么改啊？一个平缓的调子要改的起伏，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改法，是吧？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的改法是改成扫刀刀软，扫刀刀软，就是一个起伏的调子。所以文章烂兮，哎，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是吧？啊，就这样，这个就叫一意行调。我用意改了它的调，这些呢一字行腔，我用字音改了它的腔。后面就很好办了啊，这个明白，后面就都明白了，对吧？金色内白，类人道兮，风云宜修，夸而不丑兮，是吧？金色内白，类人道兮，风云宜修，用哪个？上面还是下面？下面的。为什么它有个儿字表示转折，所以你不能用平调，所以夸而不愁兮，是这样，很简单吧？后面都是一样的，后面还会改一些地方啊，但原理都是一样的，明白就行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录像，可以跟着这个录像一起唱一下。哦，嗯，
音半马，道理明白就行啊。这是急诵，我用这个调子吟诵过紫金啊。那首先就是为什么要选这个调来吟诵紫金呢？这有个选调的问题，对不对？其实四言诗的调子有很多啊，比如说唐文志先生的是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也可以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可以啊。哎，刚才那个也可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也可以啊，悠悠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也可以啊。我有好多好多种的四言诗，对不对？为什么要选这个，没有选那些？选调也是有讲究的，哈哈，也是有讲究的。你看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两句哪一句高，哪句说的时候应该说的重，唱的时候应该唱的高？第一句还是第二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哪一句啊？意见不是很统一啊。第一句青青子衿，不是悠悠我心。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重点都是第二句是吧，哎，轻轻的你的衣领啊，悠悠的我的心呐、他的心最重要是吧，就是这样。古人不是这样的，轻轻的你的衣领，悠悠的我的心，哦，倒过来的，这个才叫淑女。第一句高，再看第二句，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就算我不去，你怎么不给我个信儿呢？这两句哪句高？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哪一句高？第一句高。为什么呢？先说自己的错，谁叫你不去呢，对吧？就算我不去，你怎么不给我个信儿呢？啊，这就是淑女是吧，啊，现在都倒过来的，就算我不去，你怎么不给我信儿呢，是吧？这不行这个啊。所以四句旋律线什么样？一路向下的，是不是这样？你再看这个调子，咪来咪到，啦啦嗦啦，哆啦发嗦，哆哆哆来，非常合适。这就是选调，选调也不是乱选的，也是意行调的啊。那好了，我们来唱紫金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咪来咪到，啊，就是青青子衿，倒字了，很明显倒字了嘛，哪个字倒了？哎，这个字倒了，倒字了怎么办？两个改法，第一个改法是什么？一字形腔，用腔音改啊，腔音怎么改？咪来咪，这是个三声的字吗？应该往下嘛，结果它上去了，怎么办呢？上去了之后怎么办？再挑一下，它就成三声了嘛。青青子衿，是吧？这是腔音呢，说了吗？一声平着唱，二声往上唱，三声呢？拐着唱，你上去也得拐着唱啊，是吧？所以
清清自己。第二个改法，你不一定这么改，不一定改腔，你也可以改调。改调的话，三声的调就要往下改，就不是清清自矜，而是什么样呢？清清自矜。你觉得哪个好？第二个好。大家都觉得第二个好，还是觉得第一个好的？大部分人觉得第二个好吗？现在是吧？第一个和第二个有什么区别呢？你看，第一个是咪来咪到，第二个是咪来到来。第一个是阳调，第二个是阴调。这首诗是阳调的诗还是阴调的诗啊？阴调的，所以最好是阴调。所以咪来到来比咪来咪到要好，更符合这首诗的意境啊。所以我们把谱子改了，改成了咪来到来，这个就叫一意行调。调也可以改的，谁说调不能改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套词儿去唱歌的时候就这毛病，不能改调。那调是神圣的，谁说调是神圣的？对吧？可以改的，没问题。那好，清清自矜，悠悠我心，纵我不忘。用哪个？用阴调。子你不思议，这样第一段就完了。再看第二段，第二段和第一段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不要先看字意，要先看音。音要首先看什么？看它的韵。哎，第一行的韵是什么？嗯，第二行的韵是什么？现在看不出来了，是吧？一个是思，一个是来。嗯，上古的时候他们都是阿韵，思、色、来、了，所以他们是押韵的。阿和音有什么区别啊？音是闭口音，阿呢半开口音。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姑娘在城头上等了半个小时以后，她着急了。她刚到城头上来的时候是是这样说的，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她张开嘴了，她着急了。但是还不是特别的着急，对吧？你要把握这个情绪的变化，然后才能去唱，才能唱明白，是吧？清清自怎么唱？呸呀，呸谁呀？呸怎么唱？呸呸，对吧？四声嘛。清清自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忘。用哪一个？上面的还是下面的？用下面的，因为他有起伏了，他情绪激烈起来了，用阳调表示这个差异。子你不来，
这样两段之间的情绪差异就出来了吗？啊，我们再看第三行，哎呀，第三行很不相同了，打眼一看都能看出来嘛，对不对？四字句改三字句了，这个四字句跟三字句有什么区别啊？我们汉语单音节结构，偶位结构，四字句非常稳当，三字句呢叫不平衡结构，三个字啊，别人都在等你第四个字呢。所以童谣啊、蒙学啊，好多都是三个字的，为什么？快呀，是吧？说人之初，初什么呀？别人都在等你第四个字呢，结果你说啊性本善啊，善什么呀？啊性相近，你看他有个期待的心理，他总是期待着你，所以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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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所以就下去了。是吧？你看乐府中有这个“君不见”，是吧？“君不见”为什么三个字啊？要不我们改四个字，是吧？“君不看见”，你试一下。你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接得很紧的。“君不看见，黄河水”，他一定要得喘口气儿，四个字了要喘口气儿，嗯。所以三个字说明什么？他更着急了。更着急了，而且你看入声字，头两行入声字只有一个，就是不，这行入声字大却也热不热，有这么多入声字啊，这个叫什么？哽咽，说不出话了，哽咽。这个姑娘真着急了，她真着急了，还没来，真着急了，这个调子就不大对头了吧？啊，第一句的调子，我们现在是一个平滑的调子，现在要重新改为扬调、起伏的调子，有很多改法，很多改法啊。我这个人嘛比较懒，所以我改的也比较懒，我就改成了咪软咪软，就重复一下，所以就成了挑起大戏，这个呢也得改成一个起伏的调子，我就给改成了拉刀拉刀，就是很简单，所以在城阙西，这一句，这句比较麻烦一点，原来是这样的，是吧？现在要改成嗯，这样改成的。我改的是到啦嗦啦到啦，是吧？一日不见，然后呢，用下面这个起伏的调子，如三月兮，这样就把这首诗整个的声韵，它的感情。就可以表达出来了，嗯，就是阴阳调插着用，对不对？别那么死板，用阴调都用阴调，用阳调都用阳调，是吧？好，我们听一段录音啊，这个也有录像，但中央台的这段录像吧，经过剪辑，经过剪辑之后，它就不连贯了啊。我觉得还是听一下录音吧，这段录音是我和杨芬一起录的，那后面还有一首是王峰的才歌，因为才歌跟紫金呢它有一句是一样的，我就放到一起了，一块儿听一下，前面是我的普通话吟诵，后面是杨芬老师的福州吟诵为基础的普通话吟诵啊，这不会吧，怎么打不开啊，啊嗯，没有吗？
么会没有呢？哦，在这儿呢，要考过来。哎，不对，这个好像是录像吧 ？W 啊、哦，不是不是 ，WAV 是声音，对，对对对，声音啊。好，我们听一下啊。轻轻歌起，悠悠我心，纵我不忘，
这个就是鹤，这个就叫香鹤呀啊。好，我这个也说完了啊，这个阴阳调的问题就说完了啊。现在我们对普通话的吟咏做一个总结吧，我们中篇是吟咏篇啊啊。普通话的吟咏，当你拿到一首诗，第一步要干什么？确定文体，确定风格。第一步首先要看文体到底是什么，风格到底是什么，是吧？第二步呢，选择基本调。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呢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